都没有硬的地方。哎呦，那这个要我修干的啊。哦，这个根本没。所以说，你今天你要不要面对自己说，有空没空怎么样？对啊，好有啊。哦，去搓搓揉揉。边可以麻烦开一下吗？因为你去搓搓揉揉时候。这样。啊，因为你越柔软，你的这边柔软，你这边的脑部就不萎缩。所以你有空没空怎样？每一只脚走怎样？走泡脚，泡湿了，每一只脚怎样？用力去搓，用力搓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在水里面怎样？让这个角度怎样变这么小？没有功夫，因为这个地方搓柔软的，你这一边脑部就不萎缩，因为下面血液一定要上到心脏才能够上去。我这边血液到心脏不够了，你的血压就怎么样？你血液不够给心脏，你下面的血液够不够？所以不够的血液又越浓越脏，它是不是产生疾病了？所以我跟一般的，所以李凤山他只是做甩手功，我把心灵疗法、心理疗法都完全怎样加进来，我把全世界所有医疗方式通加进去，所以我知道我的东西很多，但是你不要管它这么多，你只管怎样欧北咪欧北心，哦，因为我欧北控啊，你欧北听啊，你欧北咪欧北做啊，欧北好，欧北水，欧北健康，欧北少年，欧北年头，哎呦，所以最重要的是说那个情绪，我跟你说你倒在这里，老师今天做这些来看照相啊，好照，哦哦，这个做好了，哦，就可以照相啊，哦，躺着躺好，帮你先生，嗯，来一点那个都北了哈，对，都北了，好，啊，再来一个，空了是一个劲，当他头看不下去，代表他看这里了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来，这里来，同学过来。这么一个现实的最好案例给你们看，你们有钱都看不到，过来看的。单独他今天学这行吼，你十万块你也学袂到啦。哦，好起来，你看他放不下去，代表他什么事情？叫他整个肩膀后面这边。两边92条血管神经怎样卡住？我问你，全台湾哪个医生会医？除了我以外，找不到任何人会医，根本就不会嘛！你说那些医生，我告诉你，他一个月领40-50万，我把我救人家千万。卡条条。出来，叫出来，叫出来，声音在，嘴巴叫出来，帮嘴巴张开，吐气，吐到会心了。放松，放松，爱
你越放松越不痛。肩膀放松，放松。越放松越不痛。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哎哎。越放松越不痛。对对对，肩膀放松。你越放松越不痛。好了，嘴巴张开，吐气。鬼关了。松，越松越松，越松越快速。越松越快速。越松，放松，放松。紧张。有那个气，嘴巴张开，吐出去啊。能够爱就爱出来。鼻子吸，然后吐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哈。如果老师你这是安尼，甲这泌尿系统，这是泌尿系统哦，这个都是传导系统，这个肩膀这边是另外一个系统。哦，我待会照完相以后再教哈，再照一下大家，我教几个动作做，啊做一做就好了。阿伯讲讲，对谁哈？对谁我做，我就千万上。你跟他肯定了，放松对。啊、他开始笑了呢，老师。你看他的脸，脸色改变了，开始不痛了啦。你这是平平尿，这是平尿了，这是平尿。不是，这是打开你的四条经络。我现在打开十四条经络。不是交流，这哦，交流不是这。他一天交流哈，一晚5次哎，放松哈。交流姐，放松哦。啊，交流他管得对。这耻骨，加强化叫肚脐，叫这条线，然后这放平伤，把它起落吼。哦，这是无限气，吐气，用力的抓，老师用力就吐气。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再去跑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偷动的，你啊，趁尿的，别人啊，无机会了，跟你讲。放平上，不拉血头，你出来我就起来了。啊，放松，放松，我用那个那个那个，放松，没听啦，一听不是安尼啊，一听目睭都眯起。散掉了，散掉了。这么好，刚刚那条管子哈是硬硬的，那个就到耻骨这边，它管子变成这样子，所以。也没有关紧，也不能打开，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尿尿，他就想要尿尿，所以一个晚上要尿好几次。所以这个门要让关要关得很紧，开要开很开，关开要刺。那这里是牵涉到我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们做一定要是做这样往前，年龄慢慢大。所以为什么我那个坐垫故意后面要高，前面低，让你不自觉这样往前。但是我们谁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样爱沙发爱舒服爱安嘛？开始就不要你知道疾病了，所以被填空时爱安呢，大机会亏。那谁告诉我们？没有，只有老师告诉你。全台只有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是卫生署下令，全部怎样封杀了。好，我们把椅子排一排，我们要开始照相。老师这波还没用嘛，这还修了，还修了。